浅浅雨落人间，梦中的风月弹着姻缘中，好可爱呀、啊、傲花沉浅。他要带什么好东西回来？和香酥饼、玫瑰糖糕。你们两个在一起迟早有一个被另一个害死，亲人不辞而别，永远不应是什么。你要真舍不得他，就让他回夏侯府。他在天地间活得自由自在，不能这么自私。王嫂，王嫂，这是王氏。